是秀吗？对，我是秀。我妈为什么会在医院啊？你妈，不小心摔倒了，就晕了，所以。你们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这不是怕你们着急吗？就想等你妈出院了再跟你们说。啊，我妈是不是知道爷爷的事儿了？也是刚知道，所以这不又晕过去了吗？ 陆主任，怎么样？三角瘤内受损的部位有二次出血的迹象，情况非常不乐观。我建议尽快手术。好，做手术，您把费用准备一下，大概需要35万。什么？35万？这只是手术费用，还不包括后期康复治疗的费用。如果不手术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大夫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妈！救救我妈！我求求你！会尽力的。 你们尽快商量一下啊！叔，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求求你！别急，啊，有叔在，叔去想办法找这个钱啊！掌柜的，35万可不是个小数，您去哪儿找去啊？那去哪儿找也得找啊！ 那麦克尔买肾的也得给你阿姨做手术，是不是？叔，你放心，你替我妈垫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别急啊，叔，这就去想办法。你看好秀。嗯，您去吧。金儿，该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别急啊，别哭别哭，我想想，去把包摘下来，快去吧，休息会儿，来，来坐，别着急啊。 用的救命钱，满堂，我这真是等着用的救命钱。希望你多理解。行，我理解，没关系，我再想办法吧。哎，谢谢。哥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么大事儿。 小二，你先玩着，我接个电话。好嘞。什么？阿姨又晕过去了？要做手术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？阿姨又晕过去了？那个，你阿姨不是醒过来了吗？怎么又晕过去了？阿姨知道了他家老人去世的消息。 受了刺激，脑血管二次出血，现在要做手术。真的，我开刀了，可是凶多吉少啊！这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？阿姨是因为我受伤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不想推卸责任。小点声，那阿姨呀、啊，她不想告诉两个孩子，就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，懂得了吗？所以这事儿啊，先别告诉两个孩子。 真的不忍心，奶奶知道，奶奶知道。可现在吧，主要的治病救人，重大手术吧，肯定需要不少的手术费。奶奶还有点私房钱，我现在就把它找出来。啊，别着急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记得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，说你从你们那儿贷款。大概是个什么程序？哦，你看你贷多少钱啊，金哥？ 35万。如果您用的话，我就给你申请个分期还款。那就是一个月35000，一年得还清。啊？这一年利息要70000块钱呢？这利息也太高了吧？哎呀，金哥，那银行利息低，人家能贷给你吗？那如果我贷的话，是马上就能拿到钱吗？因为说实话，我这是急等着用的这个救命钱。着急用的话。
话，我就先以我的名义呢把这个钱借出来。不过金哥，说实话，这不是个小数目。你看拿着什么东西抵押一下，好有个保证吧？有，可以，我可以把我那辆面包车押到你那儿。哎，你拉倒吧，金哥，你那个面包车才值几个钱啊？不过您家那个四合院不错，要不你把这个四合院的房产证抵押我这儿，别说35万了，就350万，我都敢贷给你。那是，哎呦，那房子是我们家老太太的那。谁的房子无所谓，就是走着公司的流程。没事，放心啊，别着急。小二。哎，董事长。这么着，我先回家一趟啊，收拾些东西给你阿姨拿过来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马上给我打电话。行嘞，啊，放心吧。我去了，小二，啊，别急性啊。尽快手术，你这不是回来收拾点东西，还得赶到医院吗？来，这我还有点钱，你就拿去给慧莲看病啊。这不是您的养老金吗？不行！哎呀，你说慧莲在咱家干这么多年，这次又是为了救咱们大宝吗？不是吗？这个钱咱们该出，拿着。不能拿，绝对不能拿。密码是婉玉的生日。我跟您说了，不能用就不能用。钱我自己能搞定，您放心吧。那你用得着的时候吱一声，啊。两个孩子知道他妈妈受伤了吗？还不知道，我找机会再跟他们说吧。还是先别说了吧。你说万一两个孩子接受不了，不依不饶的怎么办呢？别耽误慧莲治疗。喂，爸，大夫刚才说要尽快手术，您赶快过来吧。行，我马上就到，我得赶紧回医院了，好吧？有事您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慢点开车啊！哎，用着钱的时候吱声。这可是我们家老太太的命根子，那你拿去之后一定保管好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！你放心吧，您按时还钱，等钱还清了以后，我这房本完璧归赵的交给您，咱俩就两清啊！来，上来，合同签了。哦，行，拿吧。这个，哎，谢谢，哎。不是，掌柜的，您怎么借高利贷呀？你甭管，你赶紧回去看阿姨去。不是，咱交钱吧。哎，不能借高利贷。你爸我心里有数。